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2月18日哦，旧历11月7日，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为着擦拉车的监管，为着闪避警方沿路沿出这警方甲擦拉咧拍车的剧情，到尾5公里的时阵，警方连开十枪拍破车内，总算把人抓起来。台北参会排水后拿检修工程，因为受伤蒙碰一个警告标志，好一名妇人哦被殴打东岸发生车祸，这人公道伫咧病院内面。创新育成中心正式启用，未来哦准备要来培育这公部门人才，透过团队教学来提升公务人员的应变甲办代志效率。好，来乡亲，这新闻一开始哦，来看一个真惊险的画面哦。罗岗镇一名贼仔哦，透早开着这个贼仔车哦，四界伫咧偷摕物件。哪会知影哦，这运气遮尔啊歹哦，跌落哦，拄着这巡逻的民警临劫，惊慌了哦，这车开咧哦，速度真紧来逃走。警方哦是沿路六哦，一路开六枪，最后总算是甲这勒纳吓破，将这贼仔甲抓起来。过没点外，鹿港分局民警发现这台彩色的铲车出现伫咧马路顶，要上前搬砸，警官却是加速逃走。警车归路，警示声音险未停，意思爱对方停车。这嫌犯竟然拢无要插路，为大路顶弄到巷仔底，警方约要5公里远，是抓着机会开枪砸车抓人。民警连续开六枪，才射到这叉拉车左边头前的链仔，才让民警来抓到人。原来这名临时检官17号拄伊何必偷看车，准备要开来鹿港犯案，故已经把这手套挂起哩锁定目标。哪会知影哦，这运气这么歹，被警方看破卡手，当场来逮捕。线上巡逻警网呢，发现之前有失窃的赃车呢，那立即上前就盘查时啊，这嫌犯呢就加速的逃逸。那我们的警网呢，那立即来展开了围捕呢。那过程中呢，多次要示意他停车，但该嫌犯呢不理，一直想冲撞我们警车。那我们民警呢，对空鸣枪示警后，立即朝赃车呢开枪。那追逐差不多5公里后，就将嫌犯来制服。嫌犯被带到警局的时阵，惊被人认出来，搁甲面暗调的。不过澄清改拜，这做歹代志，就是爱乖乖啊受到法律的制裁。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管护水族处哦，所来发包的这河滨产品排水后拿征收工程，因为包厢哦无来控制一个警告标志，造成这最近哦连续发生两件车祸，其中哦一名妇人哦，佮因为被殴打东啊，被后面的车辆哦直接佮弄落哦，即马这人哦佮倒伫咧病院内面，管医员哦佮这水族处会勘了后哦，竟然佮来发现哦，这个包厢哦佮这个废土是控制这排水的河道内面哦。工程人员虽然有来表示会把这土清走，但这种种的缺失哦，煞让居民是真生气啊。
河滨科修理参买排水边仔的堤防道路，河南改善工程将要完工，但是因为包厢无设置时间间隔标志，致使最近连续发生两件车祸，民众个咧大意。啊，来到这唔知影讲有个石头啊吼，啊石头你若紧急刹车拢会出路啊，免不了啦。就安这两天啊安尼，快真侪惊。管理员今日会同水族处人员会勘，佮意外发现包厢疑似将工程的废土倒入去排水当中，引起民众不满。我台议员反映是恁怪恁迄、那个怪手也是干蹬蹬蹬蹬蹬落去迄个河床内底啊！你照你讲是较无应该，应该用车爱拖别个。本来都唔免佮揢落去的，是安怎佮揢落去？你后今麦才要佮来清除，是毋是？去予阮这民众看了是知影这代志，你才要佮揢。你看那个河床，跟那本来的差，你看高度差多久？刚刚人员表示，只是暂时的放置，会赶紧清走。我们在其他清除，我们在其他清除。哎，对对对对对。工程人员赶紧改善放置间隔的标志，水族处人员嘛要求包厢未使阁轻忽工程的安全。之前做防御措施，那个警告警示标语，就是离现场铺着 AC 路面的那个路段还太近了，我们会再加强，会请承包商加强那个现场的安全防护措施。这样，参买排水护栏改善工程，包厢明显有缺失，水族处欠缺积极处理的态度嘛，应该改进，才袂让民众一再受害。多张新闻，台湾青河美彩虹报道。乡亲，敢有感觉最近这日夜温差真大，真侪人拢感冒啊！哦，这病患的人数嘛来增加两成以上。这波感冒除了这流鼻水哦、咳咳嗽等一般的症状以外，医师嘛来发现哦，真侪人哦，这肠啊、甲胃哦，拢会来发炎。民众哦，以为哦是食歹这腹肚，其实是来感冒啊哦。医师嘛来提醒哦，即马已经到达进入这个感冒的高峰期，民众爱注意保暖甲个人的卫生。气温继续下降，真侪人已经穿上厚外套、顶顶的厚衫来抵抗寒冷。即阵啊，早暗的温差大，有真侪人已经感冒，病医甲诊所的求诊人数嘛增加两三成。因为温差改变的关系，我觉得有增加两到三成啦。嘿呀、啊，都大多数来讲的话，就是病人来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流鼻水啦，喉咙痛啦。家医科医师接受真侪病患，拢有胃肠炎的并发症，误会是食歹腹肚，其实这是这波感冒真典型的病症。很多的那个上吐下泻，甚至并发那个发烧，其实这是属于这个季节的那个等于轮状病毒的盛行，所以那个大众我们要那个勤洗手，洗手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医师提醒，刷到来会慢慢进入感冒的高峰。流感是要刚开始，还没有说达到巅峰期。真正的巅峰期应该会在那个过年的那个前后，所以现在是刚刚起步，所以要呼吁那个大众要多注意，早晚要添加，有时候天气寒冷要添加衣物，啊，平常要多洗手。真侪人今年已经有注流感的疫苗，但是最近发现的病例拢是一般的感冒，注射疫苗并无抵抗力。民众身体无爽快，应该爱赶紧就医，避免感染到其他的并发症。多张新闻，台青河美采访报道。即摆咱先休喘一下哦，广告了后要来看麦。即在二位的领长哦，即年纪上大就是90岁的黄奇水哦。即一做就是超过60年的时间，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予民众真娱乐。马上回来。
新民意，掌握疫情，关心疫症，你我一起来。台中高铁特区三铁共构，一高、二高黄金交汇，中彰、中投四号道路串联大中部，生活版图扩及中彰投，中台湾唯一 MTC 转运中心，台中高铁特区副都心04-3704-8585。跨年晚会，建县290群星耀北斗，12月3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北斗跨年。今天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11月7日。根据这通书的记载，明仔在位伫咧嘉南方，好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是这计查加安床。另外，还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伙来关心。好，新闻继续来关心，警政署日前发布这各界警官阅读，其中哦，咱彰化县警察局局长蔡义蒙哦，是甲这新北市警察局这副局长关正哲，因两个人互相来调换。蔡义蒙哦，伫咱彰化县3年外担任这警察局长的任内哦，经历过这百年专案、台湾灯会等大型的活动，伫咧治安甲交通的维护顶面哦，这成绩拢真优秀哦。新任的局长哦，关正。除了资历丰富以外，佫开始佫来招收这博士级的局长。交接应信，彰化县警察局新上任的局长正式交接。第三是就职以后，中央警察大学39期，又佫是文化大学学士研究所博士的关正哲，正式接下维护彰化县治安工作责任。最严厉之处罚，仅是宣誓人关正哲。他的历练，这个非常的完整。相信他未来在彰化县警察局服务的时候，配合我们卓县长卓越的这个执政哦，为民服务的工作将来会更好。新任局长表示，彰化县的治安一直拢真平稳，未来工作将会伫现有的基础顶端继续拍拼，让民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彰化县在既有的这个良好的基础之下，尤其是在蔡局长辉煌的这个。这个绩效之下呢，那我们会全力来支持跟配合县政的发展，然后来全力做好我们治安的工作。在治安工作上面，我们会结合我们社会的资源跟我们全体这个勤务的落实啊，来共同努力达成。因为彰化县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县，而且又搁不断传出农民的农机区，甚至是农产品红头提案件。关正哲强调，只要甲治安、甲人民有关系，甚至是民众有需要警察勤务，彰化县警察局的所有同仁一定全力满足人民的期待。大转新闻中，谢良彰化采访报道。好，说到来后，要甲乡亲介绍，这12位哦，做连长做满50年以上的哦，因伫在民众的心目中哦，会使讲是金牌连长，服务的热情哦，对着这年纪来变化，只有增加，无来减少哦。因从山西乡公所嘛，专工哦，透过这业务宣导的座谈会来表扬，感谢因的辛苦付出。
政府要落实真侪政策，拢爱透过村长甲林长大力的宣传甲协助，才会使事半功倍。所在乡公所特别表扬服务超过50年以上资深的林长，感谢伊平常时的帮忙，让公所真侪业务会使顺利推展。厝边热情的支持，让90岁老林长黄奇水进拜推时，一做就是超过60年。人来都一直要讲，叫对，继续做做落去安尼，一礼拜时间好空闲啦。服务不分男女，科黄过难的红赛过身了后，伊嘛继续接下红赛林长的工作，用心服务。啊，人来大家都对我足趣味、足欢喜啦。我都无爱做哦，我无爱做，就叫我做就做，就叫我做安尼啦。乡亲啦吼，啊对，乡长虾米哦，起码对我足趣味，真疼痛就对啦吼。啊，为感谢啦。乡长蔡丽官对林长付出的奉献非常甘心，特别敬上过阿基和林长过健康。咱家林长是有几支的工作，按非常的用心吼来配合啊，公所一些政策啊，帮我们宣导推动啊，所以咱公所的一寡业务我当然推动啊，真哩顺利就是吼啊，感谢咱家林长吼会到协助到三间。无薪水的林长凭着热心服务地方，唔那是大家好厝边，嘛是公所推展业务上得意的帮手。公所表扬资深林长，嘛营造社会公共服务的良好风气。多张新闻，陈木青线西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来看伫个这民间企业哦，需要有这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伫个这公部门嘛同款哦。这中华管政府哦，自民国1999年哦开始积极推动这个激烈哦精进方案等奖励措施，来吸引更加侪这优秀的公务人才哦，来咱中华管。服务，因此哦，这18号更加伫个这管政府来启用这个创新育成中心哦，希望未来会当培育有这创新力哦、应变力、甲沟通力以及适应能力的人才。我们彰化县政府深切体验到国际化时代的。中华乒乓操剧团透过高中舞台剧《三国演义》来传达公务机关创新的概念。创新、跨域、谈判、涉外能力的。公务人才为着吸引更加侪优秀的公务人才来彰化县服务，彰化县政府对1999年开始就推动这个精进方案，以及枫林花山等奖励措施。18号更加正式来成立创新育成中心，培育具备着创新、跨域、谈判、甲涉外四大能力的地方公务人才。来吸引优秀的人才到彰化县来服务。我们知道大环境。是各个地方政府大家争相的争取人才，我们也了解五都加一的效应会让我们县市政府的招募人才遇到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全国的人才了解彰化，认识彰化。管护林叔叔指出，彰化的公务人才创新育成中心培训的方式，甲传统的人力训练无同，以学员互相开发，结合着行政的事务，而且透过团队的教学相长，组织学习，提升公务人员的能力。大正新闻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花坛的龙德山 CCU 哦，即马是甲高压饼来做结合哦，有业者哦就来研发出这 CCU 的糕点，即、这个食起来的滋味哦，到底是安怎嘞？广告转来哦，报予乡亲知影。中华市民第5届定期会针对公所阁缺少预算编列的分配讨论热烈，代表纷纷表示，公所用伤侪钱伫观光活动顶头，无重视应该有诶建设工程，要求预算分配袂使伤过集中伫某一部分，更加爱量入为出。这些钱是指无底深坑，这些钱毋是叫你讲无钱。我当年就甲增加，安尼连公所里面就倒啊。咱家己设计咯，咱家己管理的，
要来甲恁当着，爱甲恁申请基层基层经费，是恁提来用，免得这么为什么不引起来？乎你的钱规个拢摕去社会过去，一年过一年，一直甲恁拜托，甲恁讲，结果你的钱愈减愈少，我看到尾啊，连干部都煞裁撤掉也好了。副主席林世成强调，公所办理各种活动，爱和代表会了解执行的情形甲成果，体会民众参与的方便。公所都敢若预算，甲阮拜托，啊，互恁过了后，剩的诶办了安怎，唔免甲恁监督啦。不管做了好不好，还是分享荣耀，我想每个所会之间息息相关，共同来改进，共同来打拼。共同来分享荣耀，我想这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宗旨？市长认同代表的要求，保证会善用预算，做不好的所在一定会改进。活动甲项目甲绩效，哦，也无都达到咱的这个目标，咱会阁积极来找这个啊观光省的科长，希望呢会当将咱强化的这个观光来带动。大部分的代表认为，真侪建设无法度推动，要求总预算阁确实爱合理分配甲运用，为市民顾掉钱包。强强强！您有使用网络吗？改用新频道光纤上网，32寸深薄 LED 电视，0元带回家。此外还有 Honeywell 空气清净机、北方电暖器等多项商品，通通不用钱。最佳全国电子0元家电专区抢购。美丽可以很简单。零从现在开始，全方位成就您的专属美丽。你好，欢迎光临。台中七期团队精心设计，彰化青豪宅新标杆，高级景观禅风别墅，大面宽，双车位，双层主卧，阳山丰富，让您轻松拥有。彰化市彰鹿路763-7588。中华新闻的现场哦，好，继续来看这个本世纪哦，最后一个年月日哦，数字拢相同的，较合日子就是伫这12月12日12:12迄天哦，讲全球各地哦，拢有真侪民众选择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行日礼堂，希望哦会当借此来得到这宇宙间哦这特殊的祝福。不过伫咧咱罗岗镇哦，就有一位这查某婴仔哦，就是今年啊拄好呢，伫这12月12:12生出来，会使讲哦，是咱台湾上界幸运的查某婴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幸运查某婴仔都伫咧妈妈的胸腔内面，真爽快的咪咪啊笑，模样是真古锥。查某婴仔伫咧12月12:12生出来，陆基病院是送上喜气黄金，马上上鸡卵糕来祝贺。但是伊的出世日子时间，拢毋是爸爸妈妈调过已经的。11点到1点是他看时的时间，他在那段时间生出来就 OK， 只是很凑巧。妹妹很幸运的，很喜欢这些数字啊，那没有没办法计算。所以是她第一声哭声。对，就是大概就是12点12分的时候，但她头一声出来就哭了。你以后长大会怎么样跟他讲？长大再跟他讲啊，跟他说你是最特别的。你世纪才有一届，因为之后这名查某婴仔哦，重2900公克，身长50公分，是一个健康的囡仔。又个拄好伫咧12点12分哭出第一声，但民俗专家嘛强调，即刚出世的囡仔真巧，学物件真紧，不过一项歹就是。做代志，虎头鸟翅尾。我生是真紧，但是真大心肝，心肝大，但是做工课担当。
小宝贝选择了2012年12月12日12点12分平安出世，爸爸妈妈当然已经无咧要伊，这日子好也是唔好，颠倒感觉伊是厝内底幸运儿，一出世就受到大家祝福甲关注，希望伊会当平安大汉。高雄阿新闻林桂英罗港彩虹报道。啊，那过来哦，来关心哦，乡亲拢知影，这花旦西施用地阁好食，因此哦，着这粿仔饼业者哦是顺手工制作，将这酸甜哦带有一点点啊可味的馅料哦，包入去这饼皮内面哦，这烘过了后哦，这一块一块西施油酥哦就来完成了。这吃起来的滋味哦，到底是安怎嘞？赶紧透过镜头带乡亲来去品尝看卖。大粒又搁饱满的西施油是花旦乡的特产，把新鲜的西施油切开，然后把籽剪掉，连油啊皮做花放落去咬嘴，然后加入花旦山脚路的本土王来，去掉油啊皮的腥味，亲像安尼一大包的西施油的馅料，冷冻会当放三年。安尼，啊，咱的技术冷冻，所以伊的物件是季节限定，但是咱变做原料里冷冻的时候，让长期保存，就是安尼。将酸甜又搁带有一点啊苦味的馅料包入去饼皮内底，经过烘焙，一块一块西施油啊酥就完成啊。酸酸甜甜，有柚子的风味，但是又有一点苦味，但是会回甘。吃到就是以食指的内馅，甲一般不用其他代替，因为食指是西施油来伊做的，并不是有其他代替品，安尼。乡公所指出，花旦西施油的名声真响亮，只是三季一季都要搁等一年。即马透过在地粿仔饼业者研发的西施油啊酥，会当让民众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到西施油。西施油是花旦地方吼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农业产品吼。啊，我想讲吼，咱花旦西施油品质非常好，啊，阮有分级。我想用甜度较好、品质较好，咱来食生食。啊，针对讲吼，咱甜度无够吼，啊，较酸的部分，咱来做油啊酥。啊，我拜托咱业者吼来开发这油啊酥。我想这是花旦特有。业者讲，拄啊开发出来西施油啊酥，拢还阁是全部手工制作。今年阁伫选全国百大盘手咧，透过西施油啊酥来提升花旦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大众新闻中，是梁花旦采访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哦，今日十二月十八号溪湖果菜市场的这交易行情，这总交易量是141公吨，总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25.3元。咱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果菜上价35.1元，中价28.5元，下价23.7元。果菜菜上价11.6元，中价9.5元，下价6元。包心皮啊上价27元，中价21元，下价15元。菜头上价17元，中价12元，下价6.5元。蚵仔豆上价30元，中价19元，下价10元。芋仁豆上价106元，中价135元，下价100元。苦瓜上价65元，中价42元，下价25元。葱仔上价33元，中价28元，下价20元。红玲玲上价27元，中价23元，下价15元。韭菜花上价60元，中价58.5元，下价56.7元。葱头上价26元，中价23元，下价17元。扁豆上价90元，中价80元，下价60元。直接要来提醒乡亲哦，今日愈暗会愈冷哦，好民家上济东北季风哦，一个日冬哦，上界强的冷气团来报道，这个北部地区哦，日夜到明仔透早哦，这天气是又个湿又个冷哦，温度上低会来到12度，气象局哦，嘛来针对这东北部地区发布这大雨的预报，湿湿冷冷的天气哦，会继续到这拜四到拜五哦，继续来关心明仔的天气状况。上就是今日12月18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